新回民國兩週年，大庇安天下獨立嚟計三週年。咁我哋今年係8月26日自費食飯，唔請啊講明。咁咧，大家都知道新回民國兩週年內從來都係冇服務嘅。如果想見下我、鬧下我、踢下我，或者周年補下我，希望大家盡快報名。21號截止，網聚之後，我哋俾翻一個好嘅服務大家，希望大家支持。大飛我天啊！今朝早最得轟動、最大嘅新聞就係東倫敦，東倫敦嘅紅磚學，佢赫然咁樣見到我哋中國嘅社會核心主義價值觀，即係富強、民主、自由、法治呢啲一路寫落去，足足24隻大字，一招好似翻到中共一樣。因為大家都要明白，中國係冇嗰樣整嗰樣，咦？亞茂整餅喎，你話係咪啊？中國最中意嘅大字報就係乜嘢文明啊、法治啊，咁不停喺牆上高、喺標語上高寫出嚟，就證明係冇。如果你明明自己本身有咯，咁仲使乜寫出嚟啫？就係因為冇，你先話俾人聽你要有啊嘛。咁結果喺一個最自由民主嘅倫敦底下，喺紅磚學呢24個字寫曬出嚟，即時俾好多人喺度搞，譬如民主、富強呢啲，即刻變成咗404 lock 翻，即係話揾唔到。呢個就係所有大陸屏蔽你唔想俾你知嘅一個符號。當然啦，你見到法治個字字有個口，下低打個問號，跟住自由，跟住前面加個冇字，冇自由，大量嘅人將佢哋反塗鴉，即係你畫咗喺度，佢就繼續將你改或者遮蓋佢。紅磚巷呢笪地方本身就係知名嘅塗鴉巷，即係好多人行過路過，將自己心中嘅嘢畫落去、寫落去，甚至做一啲創作。法例唔容許，但係有警察嚟到嘅時候，佢就會勸阻你：，喂，唔好畫咯。但係個警察一走，佢哋又畫。呢個就係佢嘅特色。但係表達自由其實就係乜嘢？就係喺西方國家最主要嘅一種言論自由，所以冇人會怪紅磚巷一帶多年嚟以多元繽紛嘅塗鴉、次文化同埋非主流藝術文明，充滿咗街頭生命力，展現對體制同埋權力反抗精神。咁當然啦，喺呢度真真正正有一個人，佢喺社交平台承認自己有份塗鴉。中國留學生策劃嘅人，佢話呢件作品冇太多嘅政治意味，而係討論環境本身。我愛我嘅國家，亦希望能夠通過作品嚟反映所謂嘅自由、羅格斯主義同埋文化殖民性。對於被批評蓋住別人嘅作品，佢回應話：實在好抱歉，呢個可能係自由嘅代價啦。令我哋呢個放大嘅代價嘅人，就由佢做，即係話佢就係出嚟塗鴉遮蓋自由民主嘅人。當然呢班係學生嚟嘅，已經知道佢就讀一啲設計啊、美術嘅學院。佢哋寫，佢哋心中寫，但係我相信佢喺大陸唔能夠寫，俾好多人即時埋去打卡。好多外國人佢唔關心華人或者中國人有冇呢啲事，會唔會有平等、有集會呢啲自由，冇人想知道。但係你咁樣寫落去，其他嘅人見到所謂嘅和諧，跟住佢就會喺下低寫和諧。呢啲出國嘅留學生、呢啲設計學生、美術學生，究竟想表達咩呢？當然你叫佢哋講，佢哋唔會將真實嘅想法講俾你聽，但係佢擺咗出嚟就方便一啲人佢去二次創作。
令到呢件事多啲人關注，跟住大家嘅焦點就對比而家國內嘅情況，話俾大家聽，所謂嘅社會主義價值觀，全部都係乜嘢？都係口號。有邊件事係真係嘅？沒有民主，不文明，不和諧，冇自由，冇平等，亦都不公正，偽法治，偽愛國，這個就是現在真真正正的中國。拜拜。 IM 澳洲移民公司專注移民20多年，為18至47歲香港人精選最出色的移民課程，全程學費港幣150,000內，無需雅思成績。我們為18到31歲的港人申請工作假期簽證，合資格人士雇主願意提供勞工移民擔保，有護理資格的港人可以推薦雇主安排工作，辦理勞工定居簽證，沒有年期上限。我們亦為50歲以上的港人申請居留簽證，澳洲比英國更易找工同入籍，無論在香港、英國、台灣的朋友想移民澳洲就快點找 Christy 啦。